在个人化学习的新时代，老师怎样可以持续评估学生的表现，通过数据分析调适教学，从而促进学习效能呢？牛津大学出版社全新推出一站式的网上练习平台，备有丰富的评估练习内容，老师可以灵活地创建和分发练习，亦都可以全面地分析学生表现。牛津网上练习平台的界面设计清晰，老师容易操作，它亦都兼容多种装置和操作系统，无需安装，等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练习。平台提供大量的预设练习和题目，等老师可以轻松地选择适合学生的练习，节省时间。另外，除了预设练习，老师亦都可以制定题目，以满足不同的教学需求，照顾学习差异。老师亦都可以设计不同学习风格的练习，再选择个别学生发放练习。同时，平台亦都支援同校老师分享和协作，老师之间可以互相交流。平台亦都提供可以自动或者手动评分的问题类型，它支援以 AI 手写方程辨识和开放性答案作答，令到学生能够以不同的形式展示他们的答案。在分配练习之后，老师亦都可以即时检视学生的提交状况，亦都可以提供即时的反馈，轻松追踪进度。除了个别练习的报告之外，牛津网上练习平台亦都整合了学生的成绩，以图表形式展示分析结果。平台更加附有纵向追踪功能，方便老师跟进学生多年的学习进度。老师能够掌握学生在不同方面的表现和学习能力，更全面地了解学生，有效地调整教学策略，照顾学习差异。凭借他丰富的练习、灵活的使用方式和全面的分析，牛津网上练习平台一定会成为混合学习里面老师宝贵的工具。